雅加的 GX7100，哎，各位亲爱的卡友，大家好！最近一直没有更新视频啊，是因为忙得不行。这不马上要过年了，一直在加班加点啊，把库存赶紧给客户发回去，过个好年呗。尽量今年把客户所有的机子都修完发回去。现在已经停止接单了啊，要发货修机器的卡友呢，年后再联系我。哎，最近实在是在赶工，忙不过来。看看这台的故障，该机主要故障是校准功能逐渐丧失。购买的时候呢，卖家展示过校准的视频，一二四类带均可以。到手使用时间不长，校准功能逐渐异常，越来越多很好的带子到不了位了，现在几乎没啥反应了。开盖查看过，上家有动过相关电路电位器的痕迹，校准失效。但录音效果似乎没有受到影响，偏磁辅助调整也有效，于是就一直带病使用，望大师能完美修复。机芯部分呢也有不良之处，使用120分钟的带子呢，很平整的待机，经该机走带后，不少情况下待机边缘啊还带边儿，拆掉副压带轮也没有明显改善，录音时有点挑带。少部分并无不良的磁带，用该机录音出现声道不平衡的现象。通电看看。果然啊，这副压带轮已经拆掉了。放上一张带子试试，看看这个校准到底是什么样。你要看，这一点东西都没有啊。带子在走，带子在走。哎，老机器啊，这种雅加我已经遇到好多，这个校准彻底不走的，大多都是电路老化、开关电位器之类的故障。记了120分钟的新带子来测试，该带子不用寄回了，送给您了，嘿嘿，谢谢谢谢。好了好了，拆开看看。打开了，看看这机器是220啊，自个儿加了一个220转100伏的 R 型变压器。哎呀，这也是够脏呀，先给它扫干净吧。扫干净了，扫干净了。机芯看起来挺灵敏，很紧凑，不松散。嗯，这个就不错。很多雅加这个结构呀，松散，咣里咣当的抖来抖去。把这个先拆开，先把轮子补上，还有看看那个脚带是什么故障。在它播放的状态下，副收带轮几乎没有刹车。为什么长时间的带子会出现海带边呢？就是因为这儿，副轮几乎没有刹车。看副轮的左边这个位置，它有一个刹车片，毛毡。弹簧掉了，看到没？下面有一个弹簧，弹簧应该挂在这个刹车臂上，来给副轮提供刹车力度。小问题，压带轮先，这个副压带轮先换上。嗯，这边的压带轮也硬了，也都换掉吧。两只轮子都配好了，但是这个位置呢，它没有垫片和卡簧了。那配两只吧。新的毛毡呢也装上了，弹簧呢也挂上了，腰带轮、卡簧也都搞定了。接下来就是各种调教了，磁剂啊、方位之类的，还有这个张紧力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张紧力度。在调整了各个活动部件的张力、拉力、弹力之后呀，现在120分钟。已经一切正常了，左边大，右边小，起始位置，这个位置是最容易脚带的时候，现在已经一切正常。刹车力道呢，必须恰到好处，否则呢，当带子走到最末端的时候，由于它的力臂变小，如果刹车力度太大，会造成抖晃率变高。现在已经正常了，
磁剂和磁头啊已经彻底搞定了，现在放一角测试带，高频已经非常标准了，左右重合等幅。之前这个高频啊差得太远，我看到磁头都是被人调过的。磁头的各个角度搞定了以后呢，这个低频啊也标准了，300赫兹也是平衡了。之前也是误差，这个表头啊差得多，一个声道都能戳到这儿来。放音搞定了以后呢，看录音，现在正在录，咱们切换带前带后看看。这是带前，左右大小一样，带后呢右声道小，左声道大，不平衡。拧这个 REC level 试试，幅度可调，但是呢左右不平衡，而且范围也不够，已经拧到头了，都到不了标准的位置。录音系统呢已经全部搞定了，这一张带子呢就是刚才拆的那一张全新的，客户拿来的120分钟，现在正在录音，校准系统也已经全部修复了，所有的开关、电位器、电路板上的开焊全部搞完以后，校准系统也正常工作了，低频可以校准，高频也可以校准了。范围高频范围呢马马虎虎吧，也不算太差，但是也说不上有多好。这个呢范围大小呢是磁头的状态决定的，如果磁头性能下降呢，它这个范围会越来越小，不过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校准了，正常使用了。校准到位以后呢，咱们来看看带后的波形。这是带后波形已经很好了，左右低频左右重合，高频左右重合，底盖已经装上了，咱们来听听声音。这个带子呢就是那张新的120分钟，后面的这些带子呢都没有走过的，磁带识别有点闪，接触不良，稍微有点闪，这个传感器有点接触不良，等一会儿再搞它，先来校准。现在可以轻松到位了，高频呢也有范围。好，为不变自己烟烽火何时休，成王败寇尽东流，蜡炬已残泪难干，江山未老烟休。没问题了，声音已经很不错了，这会儿再来把这个地方拆掉，解决一下整台机子的所有故障，基本上就搞完了。所有的传感器都清洗了，现在识别也正确了，二裂带也可以校准到位了。一裂识别正常，大功告成，所有的故障全已经排除，机器也都装好了。听一下，最后听一下声音吧。这是一张炮灰带，90分钟的老带子，校准，没问题了，现在是轻轻松松了，到位。
的，没问题了。今年最后一台机器的视频了，这几天啊，要赶紧加班了，手里还剩一二十台机子吧，赶快修完就过年了。实在是懒了懒了，今年是一年，天天就陪着卡座过，现在修的我呀，看见卡座都要吐呀，呵呵各种卡座都玩了个遍，现在迷茫了，也不知道该玩什么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啰嗦了，祝各位卡友啊身体健康，提前拜个早年。哎，这太早了，哈哈哈哈。